六星杯。哦。这个没包好紧的，就是吃这种菜。但是街上那种包得太紧的还不好卖噶，要那种松垮松垮的。就这个荷包里头，土壤肥沃，水分充足。我一手拿一片这个土给我种菜，今天我过来摘十几袋，走。哦，要的要的，喊我哪天过来捡嘛。这一片全部是十几袋种的。喂，喂，吃了啊你？哎呀，这个葱实在好哦。你看那个就是萝卜抽来摘的葱子，现在葱子都长成这个样子。我就这里摘了，这里还没摘呢。还没摘个？啊、哦，要的要的要的。啊，要的。我就我摘一种。要饮水。哦，要饮水。你看我这种就你按按久了是吧？嗯。按久了，你就是指不着翻起来，有人就把你挤弄去死。哦，要的。啊，要的。要的要的。你这火把土啊，这个好泡哦。好的很。嗯。他说要两根，要摘一样一样长的噶。不管谁。不管长短都不管谁噶。啊，长短没得，跟着落雨就是。哦，要的。啊，跟着落雨一长的差不多。哎呀，泡得很，手轻轻的抠，就弄下去了，而且又肥，这个土。嗯。看到硬是都黑黝黝的。之前是栽几亩的，因为前段时间不是打霜嘛，然后这个嫩点点就全部都打到了。气候不好嘛，所以这是全部要补一下，补一下了马上不跟他扛起。所以这个种菜还是不是这么简单的，虽然看到收获的时候很开心很高兴啊，但是看到种的时候还是很操心。他是跟前头我这都是对应到的嘛。哎呀，今年的气候晓得怎么弄差哟。气候好吗？都菜都要坑长的，气候太差了。出身体点。哦，还是新疆的气候真的不好。其实你看这个，它其实这鸡肉是活的，它就是点点那种了。这下子摘的活，这个新鲜，很不错。那你挑了天，我又来挑嘛，我两个换几天没浪对。把这边边上都草草给它扯了。我，嗯，这土地弄好啊。啊。别得它承不承包噶？承包？承包下来嘛，也就那种土包噻。不晓得哦，人家这些都是美国人一溜，各式各的几十家。你看嘛，这平阳大坝的好安哟。肯定噻。我那些溜溜边边的就不晓要了。就你这样承包的全部种菜啊？对啊。那我要问一下，问一下他们，问一下鬼。是慢慢子看的。哎，要的。全部跟他承包下来还是要的，何况呢，起码是上百亩嘛，
你看嘛，这平嘛好，又没得遮挡的，下边又是一条河，阳光又充足，土地又肥。你看上次记得那个老板不，200万吨那个白菜，也没好多钱了。如果你把这一片一下承包下来，起码500万吨，好大，你看这。哎，你说这个有道理哦，硬是差不多有哦，好宽哦，跟到这个河两边两岸噶，因为它是国家是国家，都是私人的，人家把他们全部汇集起来，是吧？小江成为大河。以后你都要出名，成为蔬菜大王。那我倒安逸，努力的学习嘛，以后朝这个方向发展。我也想把这些左邻右舍这些人心来团结起来，到时候他们都支持我干的话，就更好了。是噻。一起养养去了，我就来挑水，挑来天好弄来硬一下。我去，清凉的不灵了。够不够？少不少？不得少，不得少，不得少。哎，这是你平时是比我期待吃的起。哎。吃烂了。加点苦，不要啥子的，走。没吃那麻烦劲的，麻烦苦。为什么你也晓得到那些？没有，你带走的。我带走的，轻了。